报道。内阁改组提前曝光，马英九总统特别安排了感恩茶会来慰问陈冲。陈总统特别写了藏头诗，陈冲好赞，勉励陈冲。事实上呢，马总统对于分手的同志似乎都很喜欢写诗，过去也曾经写诗大赞萧万长。总统、副总统莅临，欢迎陈院长与江副院长。史无前例召开四巨头感恩茶会，马总统感谢陈冲院长过去一年以来的辛劳。我也希望他卸任之后呢，真的赶快把身体养好。陈冲兄，谢谢你。去年2月6号才上任，陈冲干不到一年就被深夜新闻稿给宣布撤换了，失了里子，没了面子，马总统可能也觉得过意不去，写了藏头诗，大大褒扬一番。乘风破浪，不畏难啊！冲锋陷阵，为台湾。好转景气啊，绝功伟。然后是赞誉改革永流传，所以四个字头是陈冲好赞。分手不出二言，陈冲凭感谢马写藏头诗。事实上，总统对于分手的同志似乎特别喜欢用藏头诗说再见。萧然为局不依来，万机为握淡定态，常使民心一笑安，战身功门存典范。前面的四个字，萧万长赞。去年没挑萧万长继续当副手，马总统也曾经写过萧万长赞，写诗表心意无可厚非。不过收诗总在分手后，想让总统赠诗得先选择离开。东森新闻，洪汉陈志文在台北报道。